己化妆好累哦。为什么要自己化妆？乱抱怨。欸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爸爸帮我弄的咖啡豆啊，我做错示范，要先让他闷一下。哎，一心二用啦。各位观众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自己化妆吗？有人问过我是不是要省钱，但我觉得你也太小看我了。省钱？有人这样讲吗？对，好辛苦。我有毅然说你在省钱呢，其实不是省钱啦，是我也试过，一开始开拍的时候就是有专业的妆发师帮我画的，但是呢我就觉得呢我好像更想要呈现了解的样子，就我不想要像女艺人之桥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像我自己卷就会这种乱卷很随性，然后不用很就是不用很精准，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像了解，比较像我私下一样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哎对，我先把咖啡冲完，你等我一下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快转。好，好，各位观众呢，常常有人问我的唇色，没错，整张脸我最在意的就是我的唇色，因为我觉得唇色可以快速表达你今天想要表达的心情。做一个很帅气的事情给大家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有一种，哎，它可以套在上面哦，看起来很厉害耶。人家化妆很糗，人家以为你拿什么专业刷具。这画面太专业，哇！你包包放下这么大东西哦，你是变魔术的。我也觉得这比较好，我先打个底，好好好，因为这个颜色比较了解，对，就比较像是很稍微略有打扮，嗯，但是跟姐妹可以比较 chill 的聊天的感觉。你涂上去气色看起来差超多的，真的，我没涂口红我就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，因为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强烈的人，这种笔最好，就是因为我都会保持它的这个形状，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，然后这个有加长所以很好用，就是可以直接画超过嘴唇。但由于呢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格格，他最近也是比较勇于展现自我，比较更奔放的感觉，所以我想要加一点这种有点明星感明星感的红色。这个红超美，嗯，这等一下色号我等一下打在屏幕上，好好好好，你们继续看。通常我就这样最后压一下，好漂亮，很好看耶，欸，真的好看，颜色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自己美没有意思，我今天有准备一大盒，一大盒送给格格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也非常适合 Abby。真的吗？给我的吗？好愉悦哦！耶，一起来聊天吧。好，全新单元，了解那些年的第一名严艺格。星光大道的事迹那个有点长哦，我们大家再来念一下。对，首先呢今天是第一次，因为我刚刚在前面有曝光，其实都是我自己装法的，所以我也有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哥哥。谢谢。那颜色很齐哦。哦，看到这么大盒，其实他们家的化妆品很厉害，而且好很有分量。哎，这次我真的很喜欢，你回家可以试用看看。好耶，好耶，谢谢谢谢。